李亚鹏与王菲的甜蜜爱情令人心生羡慕，虽然出于无奈还是离婚而结束了这段婚姻，不过两人离婚后依然是朋友，而王菲和李亚鹏的亲生女儿李嫣成为了焦点。6月2日，李亚鹏在微博晒出女儿李嫣的最新照片，配文贝多烟和她的公益计划。照片中的李嫣弹琴弹得忘我，一袭花裙子坐在钢琴面前，大幅度甩着飘逸的长发，艺术家气息十足。除了弹琴的照片，还发了李嫣绘画的公益作品。李嫣在实力处女的李亚鹏的陪伴下，已经成长成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大姑娘。不仅如此，李嫣还会开直播，在直播间当着美妆博主，帮助很多人解决美妆上的问题，分享着自己的美妆见解和美妆小技巧。转眼间，李嫣长成了大姑娘，已经12岁，而且越来越美了。这与爸爸李亚鹏的精心陪伴教导分不开。如今的天后王菲已经找到了会做饭的谢霆锋，希望李亚鹏也能早日找到一个对自己好的人吧。